集距离我上一次的淘宝开箱影片应该已经有接近一年这样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买淘宝了呀。因为就是你们都知道最近淘宝的运费越来越贵了，再加上它的那个运输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我就已经有一年这样子没有买了呀。所以最近呢，我又看到很多人有介绍，在小红书上啊还是哪里都有介绍这一家店，就是 Shopee 的，叫做 Lobito。 相信你们那些时常 online shopping 的人应该对这家店也不陌生。所以呀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包裹，就是哒啦，然后它是奥利快乐，然后它是这样子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它是包一包一包的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他的这一家店的衣服啦都非常非常的划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一次买的差不多有十件这样子，然后它的价格哦一定是差不多七十多块这样子吧，所以平均到来一件根本不到10块钱，所以是很便宜啦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了解更多的话，记得看下去哦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先拆完全部了，然后再一个一个试给你们看。OK， 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，它其实是一个长袖的 crop top 来的，然后给你们看它的设计是蛮特别的，因为它这个其实不是穿刀反，而是它自己的 design 来的，再加上它的布，因为它是来一般一般这样子，所以整体上看起来是蛮特别啦。然后而且它的布料不会很厚，它是很薄的一个 cotton。 然后因为这件衣服它是偏短的关系，所以就比较建议你们搭配一个高腰的短裤或者是长裤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这件是一个白色的短裤，然后它是比较偏休闲风的那一种感觉，然后它这边是有两个口袋，然后它前面也是有一个绳子给你去调节那个松紧度，所以它是整体上是蛮 stretchable 的啦。而且虽然它是白色，但是它其实不会很透啊， but then 最好还是因为它是白色的关系，所以最好还是建议你们里面不要穿太深，就不会印出来这样子。再来呢，这件是一个冰卡勒的小背心，然后它是属于高领的那一种，然后它的布料是蛮薄的，可是它不会透，所以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上衣，所以你可以随便搭配一个裙子或者是牛仔裤都可以，而且重点是它的价格只需要马币的5块钱而已。接下来这件是一个前阵子非常流行的一款上衣，它是那种像 scarf 这样子，然后它的 pattern 有点泰国的 feel 那一种，然后它其实有很多 pattern 跟颜色可以选，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 description box 那边找那个 link。 Then 它其实后面是 plain 的，只是前面它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它是滑滑那一种，然后它旁边的这个肩带是不能够 adjust 的，不过对我来讲是刚刚好啦，不会太松也不会太紧。 And then 这一款上衣你们可以搭配一个黑色的西装裤或者是牛仔裤都可以，或者是你们要更休闲的感觉的话也可以搭配一条短裤这样子。接下来我身上的这件是一条绿色的上衣，然后它的布料是蛮薄的那一种，它应该不算是 cotton 来的，然后虽然它是很薄， but then 它其实不会透，然后这里它是有三粒 button， 就看你要 button 到哪里，然后如果你要 button 到碗也是可以，就会带出另外一种感觉这样子，然后它其实不会很紧，它就有一些空间这样子。然后也是一样可以搭配一条西装裤，就会带出那种比较 semi formal 的感觉，然后如果你不要太 formal 的话也可以搭配短裤或者是裙子都行。再来呢，这个是一个套装，然后也是我今天所买的所有的衣服里面最喜欢的一件，因为不管是它的版型啊，还是它的 size， 还是它的颜色都非常的就是合身，然后而且它的裤子也不会太短也不会太长，就刚刚好它的长度，
还有就是哦，它上面的这条肩带是可以调节的，所以我觉得它整套都非常值得入手。然后而且它有几个颜色可以选，好像有灰色跟粉色，可是我个人是最推荐绿色啦。然后而且它的价格不贵，我买的时候好像才少过20块而已。而且我发现这套也可以拿来搭我上一件的那个绿色的衣服，就整体上也是看起来是一整套这样的，它颜色应该是一样的，就呀，看你们怎样去搭配。接下来我身上的这一件呢，是一条黑色的斜肩带上衣，然后它整体的设计呢是蛮特别的，因为它下面这里呢是有一个洞这样子，然后而且它整个是蛮紧身的啦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它好像一直要掉这样子，然后它的后面是长这个样子的。Then, 由于它是偏短的关系，因为你看我肚脐是在这里，然后它的位置是差不多我肚脐上面的这个位置，所以是比较建议你们搭配一个高腰的阔腿裤或者是短裤都可以。可是呢，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可能它对那些胸部比较大的人就不是很友好啦，因为它下面的这个洞，因为它是准准在你的胸下面这样子吧，如果你胸再大一点的话，可能没有办法 support 到啦。可是你们可以拿来倒转来穿也是可以啦。下一件呢是一条卡其色的短裤，然后它也是一样是偏休闲风的感觉，然后它整体的版型我觉得是蛮不错啊，蛮好看的，然后它的后面是长这个样子， and then 它的布哦是那种不像是 cotton 来的，它应该不完全是 cotton， 因为它是比较偏粗糙的那种布，不过呢它穿起来是不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啦，然后它也是一样是 stretchable 的，虽然说它前面的这个绳子是不能够调节的，因为它是已经是绑死了的，不过你们可以不用担心，因为它的弹性是蛮强的，然后它对我来讲也不会太松，所以整体上是蛮不错的啦这件裤子。OK， 现在终于到了最后第二件啦，然后这个是一个黑色的内搭，然后如果你要把它当成是内衣也是可以啦。So， 坦白讲我穿上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惊艳，因为它的布哦是那种很舒服的那一种，而且还是很薄的那种，所以它穿上去不会感觉到很热，还是很绑着你这样子。而且重点就是它真的是超级无敌便宜，因为它其实是今天全场最便宜的一件，因为它只需要马币的4块钱就可以买到了，而且再加上它也是有很多个颜色可以选，有绿色、黑色、褐色跟卡其色，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包色起来啦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最后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，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上衣设计啦，因为它是像是那种就是以前人那种布料啊，那种做被单的那种，就是拿很多个不一样的布拼在一起那种感觉，但它后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，然后它前面呢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它布是比较薄的，可是它是紧身的，只不过呢这个袖子对我来讲是有点长啊，可能是因为我的手太短的关系But then 如果我折起来的话就 OK 了啦，所以没有什么大碍。而且我会喜欢这件衣服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太好看了，因为它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款紫色，然后就可以搭配一个白色的短裙，就整个是很少女的感觉，然后而且也很显白。那如果你们不想要这样少女的话，也可以搭配一个高腰的阔腿裤，也是会蛮好看的。OK， 相信你们看了前面的试穿影片过后，是不是心动了呢？
OK, so 你们如果有兴趣要买的话，也可以在我的 description box 那边去购买，因为我是有放那个 link 在那边。Yeah,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，而且它的布料啊，它的 quality 那些也是蛮好的，就算它是很便宜啦， but then 它的 quality 我是觉得蛮不错啦， for 这个价位来讲。So 这一集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啦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。 So yeah, 你们想要我拍怎样的影片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 So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